屋设计建筑公司，我们不但很会盖，而且更会设计你们哦。来来来，东西都搬过来。今天我们要设计的这个关卡叫做2003年之跨越轮胎超越障碍，不管你爱不爱都得要走过来的趣味竞赛。如果这里是你的必经之路的话，就要请你来接受这个挑战。只要你敢勇于接受挑战，而且表现得很不错，就有赢得上电视出糗的机会了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会把你四脚朝天摔得狗吃屎的画面公诸于世，当作你这辈子最丢脸的纪念。这里只有一条路哎，还把它搞得这么乱了。哎，你们很故意耶。我记得赶回家跟我吃啦，哦，气死啦！老娘我这把年纪了，还会发出球吗？给我拿开一点。